好玩的急需干啊。这是《爸爸去哪儿》的奇趣蛋见鸡蛋，里面有好吃的可可球和可可酱，这个女孩版的。这个里面有什么惊喜给大家呢？就是图片上的这个了，就是一只老虎。我们可以把它系在钥匙上。扣是一个装饰品，一个老虎图片的装饰品。怎么样，很可爱吧？这里应该就是好吃的巧克力，像巧克力球了。很香很甜，很好吃哦。好了，小朋友，我们今天的吃蛋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。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订阅我们，我们每天有更新给大家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